臣只求能护住自己心爱之人，绝非故意和皇上作对，请皇上明鉴。 只恢复了一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会是因为这个吧？ 自己吗？连舞剑的样子都那么与众不同，英武不凡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 人家好怕呀！这样不行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先继续练剑吧。 是因为这么扯的理由吗？还是一步一步来好了。